虾后裔想必听了心暖暖，回到自己地盘新北市回防。靠海人真辛苦啊，无法好做，所以市长你来做总统，一定哈、把咱的渔会所有提出来要改进的，咱一定要大幅改变，尤其渔民的生计，咱那个过后。把握机会争取选票，侯友宜不放过任何可能。或许也是因为潜在对手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动作频频，下午他到台中拜庙，对于是否会联署予待保留。副手人选有没有可能是女性呢？我想听民意，民意听完以后，我自然水到渠成。虽没松口，但看看郭台铭身边有前国民党议员吴显森和大雅十一位里长作陪，更传出郭台铭告诉吴显森，合作问题是国民党不要，不是他不要。郭侯持续各自鸭子划水，也为2024更增变数。TVBS 陈宏毅、田家欣、李亚男、李作恒 SN 小组新北、台中采访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